唯一留在队里面的选手是，又是一枪头，这九尾没地方爬啊。Newhappy 这名选手在去年的夏季赛就已经有过很多次的一个上场了啊。对的，侧面已经被打残了。愚人已经完成了近点突破。愚人不仅栓狙猛，近战也猛。黑猪被十二月一发喷子直接带走，只剩顶上的一个洞洞了。嗯，那没必要了，溜了啊，溜了写信吧，兄弟们。啊，再往下面去打的话呢，就很不理智了。虽然有时候开玩笑说一家人要整整齐齐的，嗯，但从拿分那个角度来说，太不理智。高鑫这个位置应该是被天路发现了，焦瑶那边物资都不是非常的好。今年聪聪已经完成了突破，高鑫倒地了，然后再摸上来有焦瑶的假枪，要往六幺跟武器的脸上去了，啊，封了回去的烟，赶紧骑摩托车跑了，嗯，这个位置再打下去要被天路拉扯碎了，赶紧留房子，哎，烂人身后。这波知道你的位置，过来以鼻打一波，但是对面啊稍微是规避了一下前面的一个伤害。第二波蹦蹦这个宝宝位直接被打了下来，在马哥的石头旁打了马哥。好，小左这个位置直接下来对李俊彤切枪，有雷但是不敢扔，大金已经补枪了，小左也倒了，现在排手只剩最后一个，远点想要架枪的 AZ 也被大金的一波跟枪带走，这一瞬之间排手被淘汰了。是的，十七兽一楼接车直接被露露移掉，哦，好快的枪！谁说跑到外面去接车啊？就我这一颗雷，妈妈有三颗雷的，看一下妈妈雷的角度怎么样？车后炸倒一个，石头后的小童现在在混烟，匆匆在混烟。RBS 还在更后面啊，他的出枪直接将架枪位的骄阳给放倒了。嗯，那匆匆这个位置太自闭了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有后续的操作了。这一波旋风冲锋龙卷风飞出了跑道外，出事了。RBS 也从后面来了，想要把高点的这个位置拿下来。高点咋怎么？现在已经没有雷了，但是愚人高点的栓狙，好快！就现在全是。都是怪物，是呀，哦，跑出来了，还让鱼人给补到了。RBS 现在是61分，他们后面两局如果吃到一局鸡也是够的。武器机已经把十二鱼给打掉了，整体的武器机是拉到了山上，想要看看能不能从侧面找一些机会啊。结果打的是 RBS 的人，那天路还有一个，也要出发了，跟队友汇合了。圈边的房子彩虹楼确实没什么意义啊。两个可乐拉出来跟队友一起扫车。直接碾过，包也不舔，一会儿再舔，不着急。南边没人再舔，都是电厂的主跳。DT 整体的一个阵型啊，也被打散了。嗯，这圈还是差13个就进入到这个800杀啊。开个玩笑。来来来来来，大在这个位置等人呢，这打出血性了，这边下车七哥就要对枪。他的这个分数肯定是要去打这个突围赛的啊，嗯，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索性先去揉一揉。找到这种手感。嗯，巨幅在控制着马路的边缘打慢的推进，即使圈形南北切对于巨幅来说都是有起推点的，想要去拉侧身，但是西边的这个铁皮围墙房里面其实是有 H7 的人的，嗯，再往西边去拉要出事。两个队伍啊，就突然队友直接停车准备接驾了，而且这个位置只有杨洋一个，他的队友其实是有机会能买点的，侧面果然出枪了，天马五弟子打又是一个头线，对面连打两个，旁边脚步声也听得很全，有机会再 pick 一波，一滴血锁住一穿三，哦，这一波就剩航航一个人了，利用反坡先把药给打起来再说，要打血的要打血，先打血，给点道具，这个身份落的稍微有点太大了，没有必要啊，这个点，哇，这个点如果是个闪，可以这样，还起码有点贡献。一高打低，最后航航是完成了反向的一波一串三，这太突然了，这不就是给其他劝架先耗一波啊，先耗一波。里边的集装箱啊，这种木箱也很多，并没有造成这种实质性的击倒。另外一侧在右下角的圈边上，实际战队和 TMA。TMA 正面血量是占优的，但是他们屁股后面其实有 RBS 的， RBS 腿过来两个小番茄的出枪速就已经倒了，正面小鬼在拉扯位置，三枚金没有秒掉头皮，今年露露侧面已经越来越近了，被炸残还在顶，
左面有很多人露出来，都不知道该打哪个了。小北再来丢雷，狂轰乱炸，十七这波有点难顶 ，TMA 优先落位的。RBS 也被发现了，一杯比一个，过来全面看能不能扶一下老大哥。啊，许晨要过来了，看一看，哎，刚才 DT 抽的人在哪儿呢？啊，看到了，一杯币，听到脚步声，直接撒手人寰，救一下队友。是的，知道自己后面有人，但是前面和石石打架的时候，雷都扔完了，再是第二个，又是 DT 给 RBS 传，SmartCC 过来抽把，把三兄弟全给抽完了。换个角度，听弟弟，两个人啊，现在就剩一个自己孤军作战。刚刚卡的还是挺死的，走下来了，主动出击。哎，这边一波背身，直接想连打带补，听到脚步声，要把酒气掏出来。Summer 的补枪速度很快，现在这个补人是真费劲儿，补半天。是的，三哥没掉血。现在的补人是很夸张的，就是比以前啊，这个会稍微难补一些。这个是对比赛很好的一个事情，但栓狙其实是提高了，但是毕竟用栓狙的人又太少了。对的。所以现在选手练双狙，一个队伍出现三把双狙是有道理的。哎，瓦马在拿分的时候被航航给击倒了，但是巨幅的角度其实对 DDT 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。这一波身位刚好头上 DDT 倒地了，尝试性丢两颗雷。哦，哎，又倒了，是的，立马就扭头再回来，还有雷，幻神再来丢一颗，看一下角度，弹，进了一些，没有弹到啊。但这一波武器其实不敢再去扶了。那六幺呢？六幺自己被南边的枪枪给抽了，很远的枪枪给抽到的。幻神也知道对方的反扑，刚刚拉起瓦马的那个人应该就在附近。TMA 也没了，这一盘 Newhappy 在整个东边打的是游刃有余。那这个前面的零四也是。DT 现在很难啊，看一下有没有车了。嗯，周品言拉的位置刚好被发现，不过楠楠的一波补枪非常的快。MCG 后续再去下这个坡就很难了，可以进自己前面的坑。而翔鹿 Gaming 那边和巨幅也是分出了一个胜负，大仓去进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直接被架住了过点，先被淘汰出局。封坑也进不去了，听到了车声以后 MCG 也做出了另外的选择，但是现在 MCG 就很受限了，坦克再次倒地，四面八方的枪线对他们影响很大。枪线啊，对的啊，这个雷丢得很随意啊，因为被 DDT 给打了。艾奇拉回来，艾奇的这一波动作仿佛是想要去打，夸张了吧。小龙 Gaming 在击倒 DDT 以后准备组织进攻了，开车拉到了近点，特别直接要往坑里面去，真打拉出来，哇，真的凶。小鹏已经血很残了，坦克都已经被补掉了，三万还在，三万跟小鹏只剩两人，武器器已经被烂人和特别两个人的配合清掉。看三万，看三万过来了，脚步声，但是听的位置稍微偏了一些，这边是直接被连打带补，交流声太乱了，现在扔了一个低抛的闪，想要去找三万，特别和烂人前面是和 Newhappy 隔着一个小土堆啊。是的，反而现在翔龙 Gaming 在和 Newhappy 正面对决的时候，也是 i7 能去清掉 Summer 的机会。是，不过你特别掏一半回来了，不绕了，感觉不好绕。Summer 被烂人发现淘汰掉， Summer 想要去摸 i7 的人。阿凡，我这雷了，我顶了。这雷的地方有个人，他打了一个，我脏了，跟我，我前面有个，标点有个。你进来有个人头，我一个，前面打头，反破吗？对。我先把他补了，原点有个跑回去的，不是雷，我看到发生雷了，发生雷了，差距回来了，差距回来了，我们得换优下。啊，两个，这里两个，烧到一个，我看差距就三个，差距就三个，我要烧，有没有烧？来了，差距，我是来个人，来，我跟你，我打吧，我打吧，两个人，我俩管优下，点，我们俩点把血打一波了，打一波了，铁刀很残。倒了，右下有一个，右下有一个，右下有一个，右下倒了，倒了，最后一个脸上就一个，倒死。